怎么样忏罪？忏悔罪过，念阿弥陀佛就是忏悔罪过。啊，不必再找这个忏那个忏，我看呢，什么忏都忏不了罪过。那为什么呢？你念你的罪过吗？你回忆一次就又造一次吗？这个罪怎么能忏得了呢？啊，心里永远有个影子去不掉。就用这一句佛号啊，净念相继业，把这个阴影全部消除了，让你的心大放光明，罪就消障消掉了。起心动念，纯净纯善。啊，绝不有一个不善的念头。看到别人不善，看到别人作恶，也不要放在心上。啊，放在心上，捡别人的啰嗦，放在自己心田上，错了。啊，把自己的良心作为别人的啰嗦桶。你是聪明人吗？啊，这是有智慧人干的吗？啊，自己丢掉的垃圾回想一遍又装进去了。啊，过去就让它过去了，别想了。未来还没来，想它干什么？想它在妄想。抓住现在重要，现在就是一句阿弥陀佛。这叫真正会修行啊，真正把修行的总纲掌握住了啊，将来往生决定增高品位，